一到冬天，这种糯叽叽的汤圆我家就会经常做，一家老小都爱吃。这种大黄米汤圆有花生和黑芝麻两种口味，这一袋里面就有15个。煮之前先加一勺糖进来，等水微微冒小泡，再加汤圆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不会破也不加生，一口下去香甜软糯，满口留香，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。